10月6日，李家再度报喜，千亿媳妇儿徐子淇，携夫李嘉诚，10月6日发声明及 baby 向报喜。第四个 baby 李健喜日前出生了，儿子重 5.7 磅，中文名由爷爷起。李氏夫妇还表示，因为忙着带宝宝，未能一一回复各位来电查询，所以这次向全世界报喜。声明如下：大家一直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，我们衷心感谢。我们忙着迎接家中的新成员，未能一一回复各位来电查询，敬请谅解。我们仅此宣布，家中的第二名儿子已于数天前出生了，并得爷爷李兆基取名李健喜。迎着这新成员回家，我们一家人都万分兴奋。小宝宝体重 5.7 磅，活力十足，母子皆平安，我们深感福分，希望很快可以跟各位亲友见面。再次多谢大家的祝福和问候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幸福圆满。10月6日，李家再度报喜，千亿媳妇儿徐子淇，携夫李嘉诚。10月6日发声明及 baby 向报喜，第四个 baby 李健喜日前出生了，儿子重 5.7 磅，中文名由爷爷起。李氏夫妇还表示，因为忙着带宝宝，未能一一回复各位来电查询，所以这次向全世界报喜。声明如下：大家一直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，我们衷心感谢。我们忙着迎接家中的新成员，未能一一回复各位来电查询，敬请谅解。我们仅此宣布，家中的第二名儿子已于数天前出生了，并得爷爷李兆基取名李健喜。迎着这新成员回家，我们一家人都万分兴奋。小宝宝体重 5.7 磅，活力十足，母子皆平安，我们深感福分，希望很快可以跟各位亲友见面。再次多谢大家的祝福和问候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幸福圆满。